这个纱衣我刚穿起来也很舒服、欸、因为它就是凉凉的那种雪纺棉，是雪纺棉的纱对不对？对，软软的，然后也不太，我觉得这也不太会挑身形，因为它其实蛮大件，我现在肚子那么大都还有空间。那可以穿到胸也对，这可以穿身，然后胸也够大，因为有些是胸会大胸，大胸的妈妈也都可以穿。它的胸棉花糖，对对对，棉花糖女孩可以穿。然后它侧边呢、啊，它有做这个比较高一点的设计，就是你手抬起来，它会就露出内衣之类的。然后也这个荷叶也很修饰手臂。它的材质是那种雪纺滑料的材质，所以它摸起来其实是滑滑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的领子这边还有做一点点的小 V 领的设计，这边它做一点点小 V 领的设计，那它可以就是修饰我们胸前的锁骨这个部分。然后在你们近看一下，它这边有故意做一些打折的设计。然后手袖的话，它一样有做一点荷叶的那种剪裁，然后一样可以遮住我们的手臂。然后下摆的地方，它一样其实是做那种散板的。然后它的颜色的话，它有三个颜色，我身上好像是蓝色，深蓝色。然后其实刚刚穿的这个是黄色，还有一件是粉色。它的颜色都还蛮好看的，它完全不透哦，就是如果你穿浅色的话，它是不会透的。